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o Markets 今日盘前解析。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五，那周四呢，澳股调整的幅度是接近了 2%。 当大盘出现这样的一个行情的时候，无论是银行还是矿业，基本上可以讲说覆巢之下难有毫发无伤的鸡蛋。那在两大支柱板块表现不佳的情况之下，食品板块表现不错，不论是从红酒 TWE 还是三文鱼 TGR 都是实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。而对于奶粉股 AR 而言，11.5块这样的关键价格可以用作 AR 短期趋势的标杆。那对于关心与关注股市的朋友们来说，从目前所看到的各种信息来看，目前并没有大盘崩坏的担心，但是每一次的股价调整都作为入场上车的机会，这样子的操作可能是不合理的。那香港恒生继续较大幅度的调整，上证指数则是守住了3500点的防线。从昨天所得到的数据来看，中国银行间借贷利率吃紧，而这样的信号显示出流动性面临一定的吃紧问题。那美股时段三大股指出现反弹，优步与蔚来汽车徘徊在关键价位，股票平台限制一系列股票交易的操作，引爆美国网友的热议，市场情况微妙。在前收割人的背景之下，在自身能力与认知圈内行事可能会是最佳策略。那货币方面，美元指数 90.5， 澳元与美元碰触 0.76 之后有所反弹，欧元对美元徘徊在 1.21。隔夜贵金属白银出现跳涨，如果使用金银比来做参考标尺的话，白银可能相对于黄金而言更具上涨潜力。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，欢迎认可跟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点赞与转发。我是 Go Markets 的 Alan， 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Go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。